是马提昂，马提昂，很荣幸可以加入 Ibanez， 成为 Ibanez 的一份子。因为从恋情到现在，有太多偶像都是使用 Ibanez 吉他，像 Steve Vai 啊、Paul Gilbert、Joseph Chiani 这些很伟大的吉他大师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我的新伙伴，叫做 Brand New Life。它在手感上面啊，就是它的这个内核很薄，比我之前所使用过的吉他都还要薄，弹速弹会感觉自己会变得很强，很容易可以弹得快。然后它的这个 fret， 然后轻轻的碰到就可以弹出音了。把琴的摇座啊很特别，它这个调那个弹簧非常的好调，你只要把六角扳手然后从这个洞放进去，然后它这边就可以往前往后，然后往前就是转紧，然后往后就是放松，放松的话你对你推拳抖音会比较好发挥。然后它的摇杆，然后它在摇的时候啊，它摇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空隙，摇得很扎实。